哎、欸，你很慢呢、欸，饿死人了。哎、欸，是跟我一样。快点看，他怎么来了？阿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男神呢、欸？我来找于兴旺。找他干嘛？一起吃饭。他靠这么近。我想走了。好过分哦。结果啊。是你们的啦，夏德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什么？靠那么近哎、欸？还好吧？怎么了？而且便当，怎么这样？现在什么情况啊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上次看到你吃卤排骨像是在吃大便一样，所以我就买了别的。当然，喜欢吗？你如果不喜欢，可以直接说没关系。嗯，不喜欢。哎，不吃没关系啦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是在赔罪喽，我是在追你。放开我了！我喜欢你，我不想看到你饿肚子嘛。你饿肚子，我会觉得心疼，会觉得难受。谢谢，不用了。拜托嘛，我们是考生哎，在几个月就要考试，就要战斗了。你如果不好好吃饭，好好照顾自己的话，到时候考试之前就倒下来怎么办？而且。半夜都要出去打工哎，是吗？我不喜欢占人便宜啦，我也不想被可怜。我没有可怜你啊，我喜欢你，我是在讨好你，因为只要你开心，我就会很开心啊。那我不想让你开心。啊？可以吗？可以什么？我没有开心啊。吃。你笑了。你笑了。Yes， 真的。吃便当吧。你这样抓着我，我要怎么吃？那我放开手之后，你不能逃走啊！到底想怎样啊？哦，怎么男生比女生还难搞啊？先生，你可以不要一脸爽样，然后边抱怨吗？人格分裂哦。好，嘴巴收起来啊！被你闪瞎了。你不能怪我啊！他终于把我给他的便当吃完了。而且我发现啊，他好像特别喜欢吃红萝卜哎。他很珍惜的把红萝卜都挑起来，然后最后才，真的很变态哎！你在吃便当，你是看屁看哦？懂什么啦？这叫用心观察，好不好？真听真看，真感受。
饿哦你。你是真的喜欢男生吗？没有啊，我只喜欢他。于西固也是男生啊。好，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啦，反正我现在就超级喜欢他的，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，就是要他。你每次都这样讲。你是说他在你那个大叔那边？大哥，啊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他是不是在你那个大哥那边打工啦？对啊。那你赶快帮我打听一下，看他喜欢什么，或是他平常可能会去哪里？不要。为什么？不要咩？挺不挺啦？挺不挺的问题，他跟志刚哥超好的，我是看到志刚哥摸他的头啊，看绝对不要。为什么要摸他的头？我哪知道，我连去堵他问他死不承认。堵谁？那顾人院啊，谁？什么时候？不知道啦，期中考前吧。哦，所以你早就知道他在那边打工哦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都没有在听哎。哦，真的哦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、啊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孙博翔！我忘记，我忘记，对不起。这一盘中地，我忘记。喂，走开！要多久？要多久？晚上嘞？弄完没？知道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这个比 A 片还要可怕哎！那个女生一直看我，还是对我笑啊。你看过吗？没有啊。我没勇气自己一个人看，这种东西还是一起看好了。哪有那么夸张啊？一起看就一起看。知道吗？干嘛突然窜出来？可是我们看 BL 漫画，就真的可以了解阿翔吗？微微哦，为了兄弟，为了我们的友谊，我们必须多了解他。哎，要是我们被人讲错话，或是没有共同话题，老孙不就离我们而去了？对啊。为了兄弟，为了兄弟，为了兄弟。好大，什么很大？手指头好大，我一下去啊！吓死我！反正我就忘记跟他说嘛，就把我抓过来要踹哦。喂，我跟你说，我被人家揍，你都没反应哦。啊，没有爱了啦，都骗人啦，我的心。所以现在想怎么样？不是说好要保持距离？有什么关系？哎。所以你要不要帮一下向豪廷啊？帮什么？我刚五分钟之前就跟你讲过了，都没在听哦。好、啊。他要追你店里面那个于西固啦。小固。嗯。你们认识？算是吧。怎么了吗？嗯？你不用等我。不行。你自己一个回家这么危险，我都走两年半了，不能掉以轻心啊！到时候被歹徒得逞怎么办？我是男生哎，所以呢，你以为那些社会新闻的受害者都没有男生了？
你有被害妄想症。你才有被害妄想症，我在帮你。不需要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告诉你，到底是我有被害妄想症，还是你应该再更多注意一点。啊！啊！啊！痛痛痛痛痛痛！啊啊！被骗了吧？还说不需要我？你又想干嘛？现在是坏人，你叫不好了都不会有人理你的。好，我需要，我需要，需要什么？我需要你等我，然后，然后陪我回家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什么啦？赶快喜欢上我。耍帅耍帅啊！我。Apple。哎，不用回线的。AirPods 不知道要回线，好意思哦。再来。Pass pass， 空档。哎。白菜，小白菜，小白菜。给力啊！烂的我呀。你不想买 Switch， 还没买？哇塞，叫我帮忙买饮料，还给我跑腿费，果然是兄弟耶啊！兄弟，是啦，你赶快去买啦！你们两个不要以为我没发现，你们今天一直挤眉弄眼、眉来眼去啊！说，到底想对孙博干嘛？就好啦，我们是要跟他讲说，我们理解他。理解什么？就你不是喜欢？喜欢那个？就跟男生讲啊。原来他妈说这个啊！哦，什么啦？我们是想说，就算你喜欢男生，我们也还是兄弟。其实我们看一些 BL 漫画了，可是我们真的不了解那个世界。如果以后讲错什么话的话，不要太介意哦。对，你就直接说，爱情是你的自由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还是好兄弟。兄弟，没那么玻璃心啊。嘉一，不愧是阿豪，什么都挺。这是必须的，我也是啊。是什么？喜欢男生啊。怎么可能？你们怎么能不知道啦？我都追别人追得那么勤劳了。好像真的没有发现。你们都没猜到。
什么啊？又学的什么东西？走了，白痴啊！开玩笑。你来干嘛？我来找他的。我不知道。如果是思雨的事，我不会帮你哦。你在干嘛？你今天好奇怪，找我干嘛？你有很多于西姑的照片。你怎么知道？照片，于西姑的照片。等一下，我知道你跟于宝宝有顾忌哦，我才不会出卖他。你误会了啦，我们现在兄弟，怎么可能 ？Nothing impossible。不相信。照片交换。交换什么？照片啊。你怎么有一个朋友照片？哪有啊？我现在每天跟他一起晚自习。然后每天放学都陪他走回家，怎么没有照片？你拍的好烂哦！我这是偷拍的。我的也是偷拍啊。你也偷拍啊？嗯。你拍的？嗯。哇，这张。我要这张。等一下，那张。我说过我不会让你伤害我的男神。我只好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我喜欢于西姑。现在，真的吗？你没有骗我，对不对？真的。啊？干嘛？密码。感冒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先为两位送上水。小心。谢谢。今天也要喝可尔必斯，好吗？一杯可尔必斯，小杯。可尔必斯。你呢？汽水，谢谢。我呢？志刚哥，那个孙婆说你有事情要找我们，我们想说我们刚好也有事情想问你。你是想问关于小姑的事，对吧？对，对，于西姑。她在你那边上班，所以我们想说你应该蛮了解她的，不知道。关于他的事，我不能帮你。啊？不好意思，今天您的可尔必斯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有汽水，谢谢，请慢用。你知道小顾一个人住吗？我知道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拼命考奖学金吗？不知道哎。因为小顾他必须要自己养活自己。他爸妈很早就离开他，所以他从小是跟姑姑住。但是自从姑姑结婚生小孩之后，他不想再麻烦他姑姑，所以他拼了命的考奖学金，不够的部分他在我这边上班打工。他这么努力为什么？就是为了考上好的大学，因为只有好的环境，他才可以找到好的工作，往后人生才会越来越好。我太懂志刚哥的意思。他跟你不一样，他有理想有抱负，他没有时间跟你玩你追我跑的游戏。他这么辛苦为了什么？他值得更好的未来，所以你现在出现只会毁了他。哎，我不要。小顾他不像外表看起来那样，他害羞内向，也没什么朋友，更没有谈过恋爱。所以呢？
请你放过他。你今天来就是要跟我讲这些啊？你又不是我爸，你也不是我妈，你凭什么跟我讲这么多啊？向阿婷，把我讲得很烂一样，要我放过他，又说我会毁了他，干嘛？那你自己嘞？好了，少在那边自以为是好不好？恶心死了！去哪儿啊？你还不是把我兄弟？喂！不准你妈吃干哥！干嘛啦？